我弟真的，他从小到大跟我吵架没有赢过。你知道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回来，放学回来特别耀武扬威，说姐，你知道吗？在咱俩里，只有我生的孩子能姓杨。我说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在咱俩里，只有我生的孩子能确定是我的孩子。对，最近确实有点美。但今天真的太紧张了，你知道吗？太紧张了。我本来以为我已经见过很多大世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又被这个节目录紧张了？尤其是我，我其实已经赢了，因为我已经是脱口秀女王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赢了。你看看这些人，你们看到他心里想的是，哦，这是决赛选手，而我想的是，哦，没有一个我的竞品了。我也没什么好紧张的，对吧？就而且能进决赛，真的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。而且我去年进，今年又进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啊！你说我怎么做到的，杨蒙恩？有道看你怎么进的？可以了。我可以了，我可以满足了。尤其是今天主题叫幽默陪你走过四季，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想说，不，幽默就陪你们走到这儿了啊！我也不想当大王，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被过度的重视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我小的时候就知道，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一个冰激凌了，然后我妈就给我了，没有给我弟。我弟就说，妈，我也想吃冰激凌。我妈说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以后这个家都是你的。我当时想说，天哪，这不就会是传说中的重男轻女吧？啊，但好像对我也没什么伤害哈、啊。长大以后，我妈又开始逼我弟继承我们家的家业，也就是养猪场。我弟特别不乐意，说我姐为啥不用养猪啊？我妈说不是说了吗？以后这个家是你的。我当时在旁边就松了一口气，心想说啊，有他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 ，Girls help girls。Go power, go power. 我弟真的，他从小到大跟我吵架没有赢过。你知道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回来，放学回来特别耀武扬威，说姐，你知道吗？在咱俩里，只有我生的孩子能姓杨。我说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在咱俩里，只有我生的孩子能确定是我的孩子。亲弟弟吗？他听懂了，他说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虽说是个男的，但我也是你弟啊。我说你还是没听懂，小伙子，真不一定。听完这句话，他哭的就像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。你知道，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战胜我，还不死心。他说：“你别笑了。”他现在跟我说：“你别笑了，你知道吧？我都没跟你说，你一笑牙龈看起来特别大，晃眼。”我说：“你懂啥？那是因为我牙龈健康，因为我用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含漱液搭配活性肽牙膏。”帮助减轻牙龈问题，呵护口腔健康。哎，你猜怎么着？姓杨不姓杨都让用、嗯、这个比赛真的不能再往下比了，你知道吧？再比别说没有段子，我都没有弟弟了。就但我也没有什么新的话题，因为我这一年新的生活没法写，我还没有来得及消化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一个节目的录制现场，然后当时正好有四个工作人员要带我上厕所。你懂那种感受吗？就是我的内心里有一个理智的声音，你说四个人也太夸张了吧，但同时又另有一个虚荣的声音说四个人也太夸张了吧。这就是成功的感觉吗？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，不行，
杨丽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你堕落了。你要想你原来，你开始为什么做这个？你是热爱艺术，你也不是热爱金钱。我要变回那个热爱艺术的纯粹的自己。我就回去找了我大学时的朋友，我说：“朋友，你快救救我吧，我堕落了，我现在除了钱什么都没有。”说完还帮他把刚穿漏的袜子补上了。他也很好，帮我把我新买的纯金皇冠戴在了头上。我说别戴了，怪重的，拿去换套房吧。运气好的话，这个皇冠能请到呼兰两天。有，还有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好吧，我承认这一段是我编的。他真正说的是，他说你还记得十年前我们一起画画的时候，我们聊起了梦想，你是怎么说的吗？我说十年前，那我肯定是说我要做出这个世界上最深刻的艺术，我要做一个艺术家。他说不，当时你简单的跟我说了四个字，你说的是我要出名。我当时想说我要告你。我说不是我说的，是呼兰说的吧。怎么可能，十年前我从小不是这样的，我从小就是一个敏感痛苦热爱艺术的人啊，我这辈子都有可能过得特别惨的一个人吗？他说哦，不是，你从小就庸俗肤浅见风使舵的，你放心，你这辈子会过得特别好。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充满世俗欲望的人，我根本不是那种假装淡泊名利的人，我自己把我自己都骗了。所以我收回上面那些我进到决赛就已经很好了，不用你们给我投票的唧唧歪歪的话，我希望你们都给我投票。我要继续比赛，因为幽默突然改变主意了，幽默就是要陪你们走过四季。你们要是不给我投票，你们就是不支持女性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我不能代表女性啊，我不配，我只能代表我自己。所以你们要是不给我投票，你们就是不支持我。那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说希望你们支持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丽。谢谢杨丽。三、二、一，请投票。就是人家有狼牙棒，你有天灵盖了哈，就这么着了哈。可以啊，欣赏你的喜剧精神。杨丽这么编排自己的弟弟吗？太狠了吧！我觉得那段还行，那段仿佛是一段来自德云社的包袱，我很喜欢。传统喜剧吧。上来我就想给一个的，但是我想还是等到最后被威胁的时候，那不对，那真的不是到威胁的时候，因为我就要给他那个。其实他那个是想来一个负负得正的感觉，对吧？你误会我，我就也误会你，然后咱就直吧来吧。他刚才说那个脱口秀女王特别好笑，我就是上一场来的时候，因为第一次来讲嘛，我都很紧张，然后我都上那个台阶了，要开始之前了，我都觉得哦，怎么办怎么办？然后因为这跟就是平常主持综艺是不太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感觉，然后我就说怎么办怎么办？又是一个陌生的场子，然后我就在那个后面大喊了一声。我是脱口秀女王。你把自己这么 Q 上来了，给自己有用吗？很有用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你首先让自己压住自己，压着。但今天是真正的脱口秀女王。没有没有，我那句话也是那个作用，我发现其实很有用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我就觉得你是谁就是谁了，对对不对？而且现在怎么样，然后我觉得上台之后就老是一副跟别人杠这劲儿，反而是一种特别神奇的幽默方式，所以我觉得很棒。而且那个呼兰辟谣了那么久，被他两句话拉了回来。哎呀，行，反正怎么都会被误解，咱就看看夫妇能不能得证啊。请杨丽进入等候区，获得八票。谢谢。他这个表演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，我觉得嘲讽全开的那种。对，就是他能演这套我觉得就已经很有勇气了。对，就因为这套太容易被误解了。他每次的表演中都是他内心最想说的话，
很难会有人愿意真的把自己内心的那些想法给扒开来给别人看，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杨丽，我一直就是支持她嘛，女生，我说女生做喜剧是很不容易的。